今天的饮料，各位来那个指甲，是饮料，白色的是柠檬汁，黑色的仙草露。今天的饮料我招待，好，谢谢。大家族都传了200多年的风肉，不是红烧肉，主要就是在于它的酱料，还有各位这里面的汤汁呢，要是配饭，但是各位也不要吃太多饭，好，因为今天人数比较多，一样跟鸭一样，从生鸭到上桌，尤其是送到蒸炉里面蒸，要5个小时，必须要封住2层，第一层是我们用铁锅，第一层是我们烤肉的铝箔纸，封到底。第二层就是保鲜膜封到底，封的意思就是它是完全密闭，然后让外面的水蒸气不能跑进去，也让里面的香味锁住，所以目前全台湾只有我们会做封，当然南部美浓也有，但是他们有封高丽菜、封萝卜，还有封苦瓜，那我们是以封鸭、封肉还有封鸡为主，这个哈。待会各位不一定把它吃完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做火锅，没有，这边没有做火锅，越打包，这个可以打包。为什么？其实只要是要让各位尝尝我们封肉的原汁原味，跟一般的红烧肉跟那个东坡肉是不一样的，尤其是它的肥肉呢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所以这是客家菜，客家菜，道地的客家菜。酒不加一滴水，酒完全米酒，全米酒，对呀，自己酿的，不是啦，公卖局的啦，公卖局的啦，自己酿，喝太多会不会醉掉？这已经没有酒精了，酒精已经蒸发掉了。好，各位，你敢吃肥肉的话，就大块大块吃，不要客气，谢谢。